大家好，我是嘗試，現在呢就是吃節瓜的季節，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個菜呢，就是節瓜炆排骨。選用的材料呢是有冬菇、少許的葱花、蒜頭，還有少少的姜、節瓜、排骨。首先呢，我們就把個排骨用豉油、糖、鹽撈一撈醃咗佢先。咁我哋咧就先放啲少少鹽啦、糖啦、豉油、生粉、油撈勻佢，醃製半個鐘頭先。咁仲有咧，呢一個冬菇咧，我哋又係放少少鹽、糖、油，醃一醃佢先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咧就可以開始炆啦，燒紅個鍋。加蒜頭、姜、爆香之後咧，放排骨，加入冬菇，之後咧就再加入節瓜。炒之後咧，加入少適量嘅鹽、糖。爆炒香之後咧，我哋又加入水，適量嘅水。咁就可以炆啦。炆好之後咧，我哋加入少少嘅蠔油。打一個芡，生粉芡，薄薄的芡，然後呢就撒上葱花。喜歡我的視頻的朋友呢，請幫忙點個讚、轉發，多謝。